沈明，你别碰我！你不跟韩梦楠去结婚，你跑过来招惹我干什么？你听我说，甜甜，放开我！我没有婚礼了，我没有和孟楠结婚。 那韩律师，他怎么办？孟楠他现在应该去找顾博士了吧？甜甜，你听我解释好吗？放手！你放开我！你拦着我又想干什么？韩律师走了，所以你才来找我，对吗？反正我就是一块破抹布，你想扔就扔。 听我说好吗？你放开我！这个打骗子带着个小骗子，你们合计回来一起骗我？卡洛自己不会把项圈拿下来的，一定有别的原因。我问你了吗？我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你留着那些解释的话，跟你未婚妻说去。卡洛自己不会把项圈拿下来的，一定有别的原因。我问你了吗？我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你留着那些解释的话，跟你未婚妻说去。当初说分手的是你，现在说复合的人也是你，为什么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那你问过我的感受吗？ 知道我之前，我的所作所为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伤害，我也知道。无论我现在怎么跟你解释，也无法弥补我所带给你的这些伤害。不论你现在想怎么骂我，我都能接受。我也不奢求你现在就能原谅我，我只是想请求你。 让我们好好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，好吗？甜甜。